带着病友跟家属能够一起跳舞，我非常开心。我希望每一个病人都像我一样，每天都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锻炼身体。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生活状态，像每当的学习啊，就是也有助于这个病情向好的方向发展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